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毛妈妈。我想问屏幕前的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爱喝水吗？其实呢，我是特别不爱喝水的那个人，我们家金宝也是。就是在这个感冒之前呢，我们是平常都不怎么喝水的。但是自从生了病之后呢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多喝水，多喝水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水壶都被我烧坏了两个。关键是那个水壶的质量呀，它太不好了。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水壶回来，它简直就是水壶界的天花板，你知道吗？金宝，跟我们家就是之前买的一个电器呢，是一个牌子的。当当，就是这个了，太古的电热水壶。之前我们家的电煎锅呢，也是这个品牌的，那个质量呢非常的好，所以呢我就买了同品牌的这个电热水壶，相信它也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金宝，来，我们来开箱吧。好，光看这个盒子就非常的高大上，对，非常的精美，哇，好漂亮呀！对呀，我选了一个蓝色的，它还有红色的，然后有白色的，我就选一个蓝色，蓝它色上边还有细闪呢，非常好看。对，颜值非常高。它是这种304食品级不锈钢壶身，底座是这种加重降噪底座，噪音更小的。待会儿我们试一下。上面呢是这种一摁就开的，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这个把手呢是这种半开放式的，然后我们清洗的时候，拿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大家看一下，上圆下方的造型，它这个漆呢是就是跑车级的烤漆，特别的亮，颜值特别的高。1.5到1.8升的大下容面这量。个是开关，摁一下就可以烧水了。妈妈，这个好沉呀！我突然间有点想喝奶茶了，咱们冲一个奶茶喝吧。行，妈妈去接水，咱们冲奶茶喝，好吧？好。好了，我的水接好了，现在给静宝。冲奶茶了，哇塞，要开了！对，非常快，因为它这个是1800瓦的大功率，所以呢，烧水就非常的快。有了新的水壶，我们以后要天天的喝水，开了开了，多多的喝水，这样对感冒就非常好，有好处的。看我们家棉花糖在干嘛啊？那小懒样。很快，对不对？已经完成了我的奶茶，给我再搅和一下。你们喜欢喝奶茶吗？我是很喜欢，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外卖，所以点不成奶茶，我只能喝这种速冲的。以后有了这个水壶，我和金宝就可以天天喝到热水了。平常我们老是在下面一烧拿上来，然后半天就凉了，是吧？对，非常的不方便。很快就凉了，说错了，很快就凉了。然后每次就只能喝温的，现在呢就可以喝热水喽。然后呢，妈妈给你的裤子买回来了，你要不要去试一下？裤子是那个长筒的那个吗？对呀。好好，我试一下。把那个奶茶盖上先。感觉这个水壶买的超级是时候呀。怎么样，喜欢不？喜欢。来，让妈妈看一下。好长呀，感觉。对。感觉这下面怎么不宽了它？来，让妈妈看一下。让我看，有点吸腿，是不是？对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吸腿。但是侧面还可，这边还可以，哎，有一点不太理想。还有一条牛仔裤没有回来。牛仔裤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穿牛仔裤了。哦，我夏天有一条夏天穿的，但特别的厚，适合去。春天和秋天穿那件真的超级好看，我可喜欢，特别修身。尝一下我的香飘飘，好舒服的感觉。好了，那你喝吧，妈妈就不拍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拜拜。